二就换了，哎，我下一个粉丝的号段位就比较低了，那个就很好打 MVP 的那个，打不死，要救一下我，要救一下我，钻石大师的呀，对面有个大师。 二级了。阿明这波走位很好，他把我 Q 扭了，我还是把这药磕了，我感觉这盲僧要来了。 这线我是必须要推的，王者在上，那亏了个药，还没吃不了。四人头给他会。那先别吃了。 老公啊，老公就来了，就撞牛吧。 随便撞一个嘛！哦，没死，是不是也要死？不是这。 一个没蓝，一个没血，还敢往塔下走呢？啊？没蓝的那个法师跟没血有什么区别？没血的那个 AD 跟没蓝的法师有什么区别？对吧？主播说的没毛病吧？没蓝的法师跟没血的 AD 有什么区别？没血的 AD 跟没蓝的法师又有什么区别？虽然说中间也休息了一下，但是远远不够。 一般通宵完之后，我第二天要睡10几个小时。我操！没 Q 到那个盲僧，就是 Q 到就好。 要命！
两个人为什么老是心存侥幸哦？太贪了，这个还吃都不回家。包了，从这边走没有？这有必要放大吗？就杀吧。包唱的呀，啊，先锋加评分的吗？哎，我真的感觉好像现在这个评分啊，它有一些特殊啊，以前不一样，不是数据好就能拿的。我感觉拿某些资源、某些东西，它评分就是加的。有没有高手啊？有没有董哥？什么东西评分加的最多？打先锋，推塔，推塔这个我知道。8-3的劫比不过6-1的岩雀，所以我说嘛，这个评分有时候怪怪的。我说你看不懂，有时候你就看不懂为什么他妈的他评分能这么高的，你看不懂，你看不懂的。啊？拿下。打掉啊！
个在中路死的，没人这不。A 个兵升三，这个兵没学 W， 我要弄他了，兄弟，撑住啊！打敌吃不了，没炮车。你要扛才能遇哦，在干嘛？在做什么？主播没鞋穿了，没鞋穿直接买同款菊花牌滑板鞋，得进买，好吧，进买，得进买，得进买。别处在召唤我们，各无火焰哥来了，再 A 他一下不？再 A 他一下，操了，坏了，别过来就好。来吗，大夫？就差点了，就差点了，复活吧！这不用复活。火焰哥可能要来喽，打个草丛去。下呗，就下呗。大，你可以被他开大。打掉啊！干完。啊！
操，这死了！就打电话，我忘记了打电话提醒我。拉回来，我帅不多。话费才几个钱啊，都鸡巴哥们儿。但是我有点扛不住皎月的伤害，他快三阶了。一个没杀掉啊，一个没杀掉啊。还送了我，还送了，相信我，对我来，我在这等着你，大富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等着你回来，等着桃花开。我的天，兄弟，他怎么这么肉啊？我的 MVP 不会被盗了吧，兄弟？这豹女十六七了。加啊，兄弟！基地是我 A 爆的 ，MVP 要是不是我的，我卸载了。